全国投资人大家好，欢迎收看趋势指标，我是启发投国见证。台北股市今天开高以后，然后到低档震荡，尾盘做一波的一个所谓的拉升。那尾盘这一波的一个所谓的拉升，量价齐扬，它告诉你封关日它会做一个所谓的续涨。好，那之前我就跟各位谈过了，昨天我就跟各位讲，今天会是一个所谓的续涨盘，对不对？但是短线上，我昨天怎么跟投资人谈的？今天一开盘，如果你没学习到技术分析，没有看我电视，你一开盘这里最高9500，你就冲进去了。这点9500是不是冲进去？对不对？好，那你昨天看到我的节目啊，我事先预告给各位是怎么样？2月11号讲2月12号，这边不是告诉你加权哦，加权哦，哦9497。9501，好，所以我昨天跟各位讲，这里是空底区。今天呢，高点就是9500，好，你那贼回家，你那贼回家，什么意思？嘟嘟好，这就功夫技术。好，那我说压回，好，事先做预算，压回会到这边。那一开高以后，我高点我已经抓到，对不对？那我低档我会不会调整？会啊，我调整到9452，我没看到后面，我就看这个开盘，这一根一开盘是9500，对不对？是9:05，这一根 K 棒，对不对？好，啊，这个高点9500，我事先昨天算给各位了，对不对？那这一段到这一段下来可是50点呢，50点可以买米定盐无？10000块呢？好，那我怎么去抓它的低点？怎么做调整？这是功夫技术咯。9452，今天呢最低到多少？9447，高档昨天就跟你抓到了，那顺便调整一下就知道它的低档。那高档一点都不差，低档我说9452，最低9447。那如果你没学过技术分析，一般的投资朋友是见涨追，这里到这里50点，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就跟各位讲说，要不要学，那就随便你了。好，你一天的了几班、两班，好啊。啊，一个月赔多少？所以为什么说，很多人会注意看郭先生电视节目，因为我不是鬼扯的，我都事先预算给各位的。那当下调整一下，我一样知道今天的高点跟低点。那这种技术分析，我不管你学贯古今中西，好，学贯古今中西就是你什么都去学过了哈，不管你是波浪啦。道士啦，哈，还是所谓量化的这些 K D S I 或是 K 线理论，你全部都学，那你也不会算。只有我的会，为什么？因为这是我自己发明的，那这个我在教我的投资朋友了，听得懂吗？那你学到以后，你一辈子受用。我一直跟各位讲，一辈子受用，听得懂哈？你花一次的钱，但是你学到的是一辈子。都受用，那就是你可以哈一直用这种分析，用我这种技术分析，你可以一直在黑板上拿钱，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呢，我自己去做快乐投资，投资人也可以，我不需要在那边怕滚美国油，我只是告诉各位，我这种技术分析，好，我愿意在帮助更多人啊，这种技术分析让你眼见为凭。那让你去做学习，那你学到以后对你帮助是很大的，那也等同于是我救了很多人，这样就甘愿了。好，我的心愿就已经了了，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好，来，2月12号，我们来谈封关日，正对收向上9528，过三关价，三关在9532，正对收向下在9463，双关价的下限在9459。好啊，这两个都在9530左右，这两个点都在9460左右，所以明天的短线，这短线哦，
9460到9530，这边是空底，这边是多底，然后这边你不要笨笨的再去做追，跌破这边或是跌到这边，你不要笨笨的再去砍，好，事先算，尤其你是在做加权的部分，切记不要做顺势盘，涨势的时候去做追，或跌势的时候去砍，你应该是事先算到涨势的高点，短空它。跌势的低点，短买它，听得懂吗？唔通做顺势，爱做逆势，好。所以你如果没有学到我这些所谓的特殊的技术分析，那你会如同我侧标旁边写的 ，key 出也讲一样。好，我不是在讲人家那个什么，这是俚语的哈，我不是在讲说嘴唇有问题的人哈，这是老周公老周骂搞啊，哈 ，key 出也。吃营养，弄出弄力，弄出弄力，对不对？因为含不住嘛，跑出去又跑进来，弄出弄力，那就是告诉你，你做高撇的保分，还是做加权保分，你那没有学到一个所谓的基本的功，基本的所谓功夫，你就跟他亲像，去出去吃营养，弄出弄力，弄来弄去，弄久绝对出大事，金山银山绝对不无够输，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好 ，OK， 那再来，我们来谈谈个股的部分，加权的部分哈。我一直跟各位讲哈，这个观念，我们股价在这里或者加权在这里，我算出高点跟低点，对不对？好 ，OK， 我们一档一档来验证哈。前面就不要谈哈，这里我都没看到，我就告诉你，8826这个点，我不是现在才讲哦。当跌到这一根的时候，我跟投资们谈，来到我的多底区要买这个点8826，有没有看到？这一根你若学传统技术分析，这一根叫做所谓破线 K， 那破线 K 可不可以买？不可以买。但是重点是我这里都没看到，我由这一段我就算出它低档在这里，然后顺便算出它会到9351这个点。9338，那也就是说这一段我就算出低档跟高档，8825是8826，这9351这9338，这里差3点，这里差1点，有没有事先算出来？有没有？鼓鼓掌！我不是回家鬼家崩逼啊！投顾节目一般是回家鬼家崩逼啊！哇！事前是猪，事后是诸葛亮。那你看那节目干什么？那每个人都大赚，对啦。投顾老师不讲每个都大赚的话，那怎么收到会员？那重点是，就这哈是狗掀门帘都靠一张嘴。啊，我都事先预告给各位，对不对？所以这个8826，我算8825，这边9338，我算9351。好，真的来到9338，那来到这个点。哦，你说只有我这用三关价切割力吗？不止哦。好，我现在只是用最简单的，因为来到这边它是扣高转折，好，扣高转折温细耶，你知不？好 ，OK。然后来到这边9338，再重新算，再 once again， 再算它未来的低档跟高档。好 ，OK， 我没看到后面哦。啊，看电脑荧幕了，我不看引导了。好，看电脑荧幕哈，我不看引导。哦，下来如果到9021，这边是买点，那它未来会涨到9532，这一段就算出9021到9532，这个低档9043，这低档。低嘛，9043，差22点，高档我说会到9532，一尾修看者，这高档9533，对不对？这不是事先赚到，由这一段我就算出低档在这里，高档在这里。好，那来到这个点，我是再重新再算一次，又没看到。
不是告诉各位，这边会跌到9365？这一根又是黑 K 带量破线，黑 K 吞噬，那这边最低9361，那不是告诉你这里又是低点，对不对？好 ，OK， 那这里很多人又怕死了，对不对？好 ，OK， 那来到这边，我就告诉各位，再顺便再算哈，所以过完年以后还会持续再涨。它会到哪里？会到这里。来到这边9352、9361，我就知道会涨到这里。还没到啊，对不对？那来到这边，是不是跟各位讲，它扣低转折？现在是不是扣低转折？它会持续再涨哦。所以过完年以后，它会再涨哦，还在涨哦，它会涨到这附近。就事先算的。那重点本波高点在什么地方？那我在节目上我预告一下，三月份我大概三月哦，我先保留一下三月份哪一个月哪一周，好，我先不跟各位讲，我只跟各位讲，到三月的时候我会开始，我很多的个股的多单会开始卖掉，然后卖掉以后我会开始做放空，因为下去会很严重，我都事先预告给各位哦，我已经跟各位讲，我短线上今天预告明天的短线准不准？那我日线上我准不准？那波段、月线、年线我准不准？废话当然准。郭先生这一辈子还没错过。那这种功夫、这种技术，就是很多人要学的，听得懂吗？哈。所以如果你认同我理念，想要赚钱又学技术，可以永远知道一档股票，哈，高点跟低点，高点都是散户舍不得要买、要卖。低档都是散户不敢买，我都是在低档买，我都是在高档卖，对不对？很多人就知道我的例子嘛，宏达电120到130，非洲斑马欧北贝，这已经成为是我的 slogan。可成233以下，非洲斑马欧北贝，这是 slogan， 对不对？那你说可成跟宏达电我抓得那么准，然后呢，宏达电上来告诉你158到162要卖，对不对？那压回哪里是买点？我已经讲过了，140。现在还没到，我不会买。然后呢，可成在234以下，非洲斑马欧北贝上来，告诉你285到289要卖。那股价涨了一段，你当然会进去买。那我已经跟哥讲，285到295要卖掉，那压回267我才会买，不然我不会买。这就是我事先做预算的技术。那这种技术，只要你是我会员，我都会教各位哈。那重点，好，我很多会员就很期待哦。那很多的投资朋友现在也很期待我什么时候开技术班，针对会员专属精英操盘班。你寻寻觅觅就是要找这个三关价，我发明的；双关价，我发明的；五转折，我发明的。我很多的技术都是我自己发明的，哎，我是很多技术指标跟技术分析的发明者呢。我讲的不算数，你自己去网路查，你自己去网路查。所以，我有感于一般的技术分析，他没办法直接深入，你必须算当高撇关量或给点，无法度。道氏形态学、波浪理论、K 线形态，哈，那所有的量化的 KDSI， 他根本都没办法，只有我可以。那我有什么三关价？我发明双关价，我发明五转折，我发明均线偏移，我发明还有很多，还有很多，好，我光是用这几样，我加权的跟个股高低转折点，我从来没有失败过。那你如果认同我的理念，想要学到这种技术，那一辈子可以受用的。注意广告中时段的电话，尤其我们三月份开始开课，好，认同我的，想要赚钱学技术，让你事先知道加权跟个股的高低转折点。好，一辈子受用的，注意广告中时段电话。那么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现场，再跟各位继续谈。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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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节能很好，但用对方法更重要。选用有能源效率标识的六大电器，五个等级，越接近地球级数越低，节能又省钱。能源效率看清楚，节能省钱，有一套。好，全新的课程，会员专属的一个说精英班，哦，三月份开始开课，那你刚好搭上我们这个线，你现在参加，我们三月份开始做起算，那想要赚钱，学技术，学到你一辈子受用，只要花一点点费用，那你一辈子会变高手，好，速播02-2389-8689，02-2389-8689。报平安，花开富贵，新年到，财运到，奇葩投顾迎春大回馈，年年发贺岁专案，优质名师团队，领先正确资讯，最大的优惠，最佳的绩效，通通都在年年发，让你财富连连发。奇葩投顾祝您财源滚滚，好运来，日日进财，年年发，要选就选最好的奇葩投顾，02-2389-8689，2389-8689。汇齐一律从农历年后起算，越早参加获利越大，越早参加获利越大，迎接年底做账行情五十机会，请您速拨咨询专线02-2389-8689，2389-8689，启发投顾。肺炎链球菌平常可能会潜伏在人类的鼻腔当中，当我们感冒或者是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引发侵袭性的肺炎链球菌感染症。你知道吗？在台湾每12个小时就有一个人感染。接种肺炎链球菌疫苗就是最有效的预防方法。好，欢迎回到现场。好，来，今天的亚光继续在涨。好，亚光，我给等一下出价。好，那亚光我在40块以下买，我就在节目上跟各位讲它会涨到哪里的，对不对？当然，现在很多人在讲亚光，来看我看荧幕了，不要看我，我不看引导了。好，这里我就已经跟各位讲，我上看这里哦。好，这是事先预告给各位。那我是不是在这附近买？这附近是不是低档？请各位记住哈，看投顾节目不是在比人家说赚多少赚多少。如果我要每天上来跟你讲绩效，我只要把 K 线打出来，那个涨很多的，我上来讲这个就够了。但是呢，我想那种节目对很多投资们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很多投资们看到每天在讲绩效的那个那种投顾节目就把它给转掉了，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比较有 sense 的这种投资朋友。好，那你如果没有 sense 的，每天看人家在讲绩效，好，那赚很多赚很多，你自己都会了嘛？木已成舟啊，回家鬼家崩逼啊，你也知道一档股票涨多少。我一定跟各位讲哈，即使你不是我会员，你千万记住我一句话，千万我想。让投资朋友能够觉醒一下，做股票是压回整理跌势买，绝对不是买现在在涨或是涨一大段的股票。如果现在在涨的股票，我都会卖；大涨一段的股票，我都会卖。那我一定是在跌势整理买啊，事先算出来，它压回，它整理在跌势啊，那个点一定是低档。那涨上来，很多人都讲好。所以投顾老师又看好，媒体又看好，外资又看好，我就会卖。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好 ，OK。那我们来谈谈3406。来，我们的技术分析，它可以事先算到这个高点、这个低点、这个高点、这个低点、这个高点、这个低点，未来高点在这里。好 ，OK。怎么算哈？这一段没看到。我是跟各位讲说，压回来，股价压回来，事先算到多底区，那多底区它一定是相对低，
执行买股，或是你做空了要在这里要补，我在这里买，对不对？这都没看到，有股价或加权算出它的低档，那我在这里买，对不对？扣讯不用给各位了嘛，那上来我就知道会涨到这里，会涨到这里，对不对？好 ，OK， 那压回哪里是买点？重新算。这高点这里又算出来，那压回这129，我都告诉各位回来这次附近要买，那我是不是在这里买？对不对？好，我把它移过来哈，然后弹升上来，我都告诉你这里要卖，我没看到后面哦。那当然，你不能只有用一种技术分析，你还有其他的技术分析。那我先跟各位讲，我的技术分析都是我自己发明的哈，外面没有哈。先跟各位讲，这里94，我在这里要买，那来到这边116，我请投资朋友要卖，那一堆人就会在这里买，很奇怪呢。90几块不买，116才买，这里到118。对不对？然后重新算，我是跟哥讲压回103附近要买，我现在没看到后面哦。也就是说，对不对？啊，现在在这里，我就在这里买。所有的跟哥讲啊，我技术分析可以事先算到这个高点这里算出来，这个低点这边算出来，这个高点这边算出来，这个低点这边算出来，这个高点这里算出来。这个低点这里算出来，再重新讲一次，这个高点这里算出来，这个低点这里算出来，这个高点这里算出来，这个低点这里算出来，然后呢，这个高点这里算出来，这个低点这里算出来，那未来它的波段的满足点在这里，这就是你要学的，听得懂吗？好，所以我买股票像这种。亚光，我买在低档，很多人是不会看，很多人是不会在这里买，啊，已经从30几块涨到40几块，一堆人就会买。南电这种41、2块不会有人买，涨上来，还没开始怎么涨，这种康舒对不对？33、4块不会有人买，这种合金13、14块不会有人买，森阳科这种在18、9块的不会有人买。但是我就是会买未来会涨的股票，那等未来再涨上来，好，因为现在指数在9000多点，好，那这些所谓的二线的股票，在低档的股票，它会涨上来，那涨上来，所有人看好，我就会卖掉，就这么简单。那我跟各位讲说，我们3月份针对会员的免费技术班开始开课，上一整天哦，我教你的技术分析，绝对都是外面没有的。特殊的技术分析可以让你事先算到加权跟个股的高低转折点，很多人在学，所以我跟各位讲，不要在意一点点的费用，哈，使用者付费啦，对不对？哈，那只要一点点费用，但是你可以得到的是一辈子受用，哈，认同我理念，想要赚钱学技术的，注意广告中时代电话，祝各位明天操盘顺利。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效率标示的6大电器，5个等级，越接近地球级数越低，节能又省钱。能源效率看清楚，节能省钱，又一套。
200多个投顾老师，只有郭宪正能事先告诉你事先预算的技术，可以算到加权跟个股的高低转折点，只有郭某某。我们3月份开课，好，只要一点点费用，因为你跟我有缘，我价格压得很低，会期一律从3月份开始起算，想要赚钱学技术，而且让你一辈子受用，立于不败之地，大赚小赚都是赚的。速播02389-8689，02389-8689。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启发投顾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发现财富的钥匙，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咨询专线02-2389-8689，02-2389-8689。汇齐一律从农历年后起算，越早参加获利越大，越早参加获利越大。迎接年底做账行情，务实机会，请您速拨咨询专线02-2389-8689，2389-8689，启发投顾。竹报平安，花开富贵，新年到，财运到，启发投顾迎春大回馈，年年发贺岁专案，优质名师团队，领先正确资讯，最大的优惠，最佳的绩效，通通都在年年发，让你财富连连发。启发投顾祝您财源滚滚，好运来，日日进财，年年发，要选就选最好的启发投顾，02-2389-8689，2389-8689。我老婆准备礼物的时候，总是全力以赴。陈老师喜欢吃把收，对不对？喂，老公，你觉得送哪一个比较好？葡萄姐姐厚片肉，要不要妈咪记住哦？虽然她常常忘东忘西，但不会忘了感谢的心。因为小朋友喜欢吃嘛。是你自己爱吃吧？说不出的感谢，就交给新东阳。